每天早晚一杯呢，你餐餐水果全都大。一日营养摄取分量编成饶舌歌曲，台东体中学生作词作曲，创意满点。三个礼拜吧，唱起来顺不顺啊？然后换气的地方要调整的，没有刻意训练，就是平常就唱歌就这样。国健署举办卫教传播比赛，来自后山的孩子拿下高中职大专院校组影片类金奖。来吃水果哦。啊，唔过遐丁我较爆发嘞。老人家牙口不好，善用家中小工具，营养不缺乏。可爱动画秀给你看。让他借由小小的，比方说刨刀啊，或是刨丝的东西，让他可以一些比较硬质的东西，也很能容易的轻松入口。来，我甲你讲吼，咱饮茶的时阵一定爱坐起来。台语对白接地气，防止长辈呛咳，演出教学情境剧。他用比较老人家比较能够接受，然后也比较好记的一些，像是金吉的呀，吼，像是一些吃饭之前记得落嘴啊，那甚至有一个四字诀这样子的部分。恭喜获得金奖。大林慈济医院一举拿下四个奖项，其中在动画类与影片类都获得金奖。评估我们的所有的媒体里面呢，是不是它所符合所谓的健康势能，是民众可以看得懂，看懂以后呢，它可以去使用，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慈科大护理系与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也都获奖，创新与美感兼具，从600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，传递正确健康知识。台新闻钟子云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